开经本第四十一面，四十一面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，若见此为不可思议，故念佛。法喜入心，法味充足，故念法。同文共秉，一心修正，故念僧。那么这个是解释了念三宝的因缘。前面将这个西方净土里面生活状况说法的情形呢，都做了一个扼要的介绍。那么幕后说出教学的成绩，就是念三宝。三宝底下有说，有别相三宝，有一体三宝，我们留在下面再讲。首先要知道为什么戒归在三宝。三宝代表了全体的佛法，像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给我们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就是僧宝，平等心就是法宝，正觉就是佛宝。那么清净平等觉也是三学，清净是戒学，平等是定学，觉是慧学，所以这个三宝三学概括了全体的佛法。全体佛法呢，实在上就是说明我们自己信德的全体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没有说到别人，完全说的是自己本性啊，自己本性的信德。这一点诸位一定要晓得。那么我们对于佛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对他非常的仰慕。这有一天呢，让我们真正见到他了，哪有不欢喜的道理呢？所以若见此为不可思议，这个着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见到他了。那么这是讲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这个世间也能见到。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
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个现前呢，就是现在。我们有感的时候，佛就有应。但是这个感呢，不是用妄念去感，啊，我们现在一般这个念佛功夫不能成就，都是妄念在作祟，妄念呢在做障碍。换一句话说，心不清净。这个感应是什么？感应是心清净，心清净像水一样，水在清净没有波浪的时候，水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的景象啊照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能感的。佛自然就有应，所以你不但见阿弥陀佛，十方一切诸佛都能见到。既然能见诸佛，当然其他一切人一切境界都能见到。为什么？心定了，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。我们跟佛菩萨跟鬼神跟一切，这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，在不同法界里面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在一个不同这个层次的空间里面通通能见到，不需要用科技的方法用定，所以这个佛门对于修定的是最重视的。那么在一般宗教里面，着重于修定的印度有不少宗教，所以他们确确实实能见到天上人间，能见到六道的状况，完全是在定的。所以这个经论上常讲啊，定能生神通，神通从哪来的？从定来。像我们常讲的天眼，天耳、他心、续命、神足，都从定来的。定浅深程度差别很大。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世间就是六道之内的。六道里面这个定呢分为八个阶段，所以四禅四空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么得定呢，这就是生在四禅天跟四空天。这些事情我们在近代人这个记录当中啊，我们也见到了不少。像流传很广的虚云老和尚念谱，这个流行的很广。虚老和尚是近代禅宗的一位大德，他的定功那大家都佩服的，经常这个一入座一打坐一坐下来
就十天半个月，啊，甚至于最长的时候两三个月，啊，他在定中。那么定，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那无想定，那是外道，那不是佛法。定中有境界，啊，我们在年谱里面看到的，老法师常常在定中啊，到斗舍天去了，啊，听弥勒菩萨讲经去了。当然，这决定不是妄语。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。佛法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，就是他叫你自己去证得。啊，所以这个不是骗你的。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，你自己能够证得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这个定关键就非常重要了。我们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那就是属于初级的定。有很多人在这个功夫成片里面见佛了，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诸佛的刹土。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摩罗汉，这遇到有人求他，问他老人过去了，在这个哪一道里面，摩罗汉帮助他，他要先入定，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，才把这个事实告诉你。那么阿罗汉的定呢，比较小啊，啊，菩萨的定呢，那不可思议。阿罗汉的定要注意，就是他要入定，他才能见到；他不入定呢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他也见不到。啊，他要入定，啊，像虚云老和尚也都要入定才行，不入定呢，就见不到了。那个定功深的人不要入，他没有出入。啊，他时时刻刻都见得到，那是定功深的人啊。那么像我们这个净宗法门里面讲的四一心不乱，这个定呢等于阿罗汉辟支佛。要到理一心不乱呢，那个定就深了，没有出入了啊，不需要入定了，你这个虚空法界这个见闻的能力呀，都恢复了，啊，在事业心呢，还是要注意，啊，那么有感呢，佛菩萨就有应。这个地方所讲的，是讲啊，已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所以他见到阿弥陀佛是清清楚楚啊，明明白白。此为老师教学生的，总不外乎这两种方法。啊，此是爱护啊。如果一昧都是此，没有为的话，就变成溺爱了。啊，这个学生对老师就没有恭敬心，也不害怕了。必须要有威，威就是非常的严肃。假如一味用严肃呢，那学生见到老师害怕了，根本面都不敢见你了。啊，所以这两种方法要运用得非常恰当。啊，当用慈的时候，用慈来对待你；当用威严的时候，要严肃的来教导。啊，我们世间法也是如此，啊，所以学生对老师是既恭敬的
又畏惧。啊，恭敬是老师的慈爱呀，啊，老师有威严的时候，所以也畏惧，啊，这才能够接受老师的教导。阿弥陀佛可以说是最好的老师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最好的老师呢？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对他都赞叹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老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对他都非常赞叹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他在诸佛里面是一个模范，是一个典型，正如同世尊呢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赞叹他说：“光中之王，佛中啊，这个光中之佛中之王。”啊，那么这是，这个一旦见到的，那怎么会不念佛呢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功夫不够啊，啊，这个定功不够啊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呢，就见不到佛。我们供养的佛像，佛像有什么作用？这个诸位啊，必须要知道，佛像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它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不忘本呐，我们中国人讲啊，慎终追远呐，人要忘本，做人的这个人格就丧失掉了。中国的教育，大乘佛法的教育，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中国人纪念祖先，佛法叫我们孝养父母，啊，这是不忘本呐，啊。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父母恩德最大。一个人除了这个生命之外，还有个慧命。这个慧命呢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教育。你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这是得力于老师。所以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恩德是同样大。啊，父母过世，古礼守孝是三年。老师过世，心丧三年，就是没有孝服就是了。啊，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的亲，一样啊，要时时刻刻照顾，这是人伦的大本啊。我们中国的学术跟大乘佛法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所以供养佛像就跟我们中国人家里啊供祖先牌位意思完全一样，啊，是纪念老师，啊，我们纪念老师
为什么不供给我们现在这个老师呢？啊，现在教我这个老师，我为什么不供他呢？啊，为什么去供佛呢？佛是第一个老师。啊，像我们中国人纪念孔老夫子一样，以孔夫子代表老师。啊，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，供佛。啊，不忘记根本的老师，不忘记老师对我们的教训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，啊，看到佛像就联想到佛在经典里面对我们许许多多的教训，啊，没有看到佛像啊，有时候把它忘掉了，一看到佛像呢，提起来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有没有遵照老师教训去做？啊，这是供养佛像第二个意义。啊，那么这两个意义都非常重要。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我们见到佛像就像见到真佛一样，所以这故念佛了，法喜入心，法味充满。这个在三宝里头，这是最真实的理。啊，实在讲，如果这个法味得不到，念佛念僧呢都会落空。啊，一定啊要在这上面下功夫，那就是说老师不在了，啊，佛已经不在世了。佛虽然不在世，佛的教训呢还留在人间。啊，这个教训呢就是经典，啊，留在人间。我们今天要想接受佛的教育，要想得到佛教育真实的利益，一定要靠经论。啊，这个经论你必须通达，你必须立心。所以佛法跟我们讲的这个过程也是信解行证。首先对老师要有信心，你的成就大小啊，跟你对老师信心的比例完全相同，啊，决定呢是一个正比例。因此，我们对于老师这个恭敬心不够，不如不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决定得不到利益。啊，说实在的话，我们的时间跟精神呢都浪费了，这就很可惜的一桩事情。人生在世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光阴是没有办法再得到的。啊，光阴失掉之后啊，再得到不可能。啊，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不重视名闻利养，他重视光阴。真的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
那么我们要学，一定是我们心里心目当中最尊敬的老师，真正仰慕的老师，你跟他学才会得利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老师说的话，我们会百分之百的去照做，道理就在这里。所以中国古人这个参学啊，参学所谓是寻思访友啊，我们在《高僧传》里面看到，这个学生找到这个老和尚，老和尚给他谈了几句话了，说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，你的因缘在某某地方，你到那边去。他就照他的指点到那边去了，果然个三年五年呢，他开悟了，他证果了。你说这个老师没本事吧？没有本事怎么晓得他到那边会成就？他在我这里不能成就。当然谈话谈的很多，记载记得很简单的，谈话一定是问的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你过去学些什么？兴趣在哪里啊？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大善知识，你最佩服的是哪个？那问清楚了，那个你最佩服的、最喜欢的，你的语言就在那里，是这样指点去的，并没有别的神通啊。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所以不是有神通的，所以晓得这个道理，你对这个人真正有这个恭敬、真诚、恭敬、仰慕，你到那边会有成就。实际上我学佛，我这个从小，这个思想就相当独立。不太受外面影响的。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，在基督教教会里面念念新旧约全书，我念过两遍，我念得很用心的。伊斯兰教，我们中国人叫做回教，我跟他有一年的关系，它里面的东西我也很清楚，叫我就受洗，我们不愿意去。什么原因呢？我里面有许多的疑问，没有人能够给我解答。没搞清楚，你叫我相信，那个很不容易啊。这是真的，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我才会点头。那么到台湾之后，我亲近方东美先生，这个是我心目当中非常仰慕的一个人，有机会亲近他了，他把佛法介绍给我，这是从哲学里面介绍的。他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被他这几句话引到佛门里面来了。这种话，佛门里面的法师没有说过，没听说过。那么以后，这就逛寺庙，专门去找佛经来看。自己看，
不容易理解。佛经里面往往几个字就有很深的道理在其中，何况重要的这个经论都是意在言外，一定要有人知道。我这个缘分算不错，接触到佛法了，认识佛法之后不到一个月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非常慈悲也，指导我三年，我们是固定的一个星期两个小时，我星期天就到他住的地方去向他老人家请教。我的佛学基础是张家大师那个地方奠定的，一直到老人圆寂，以后是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李炳南老师，我跟李老师十年，不失心目当中最尊敬最仰慕的人，你跟他什么也学不到，充其量学一点皮毛，学一点常识，真东西学不到，所以真东西一定要至诚恭敬，依教奉行。所以你修学这个法门，接受这个教育，真正有了心得了，发喜佛心，你生欢喜心，法味充足啊，一个人呢精神不一样了，脱胎换骨啊，我们儒家讲变化气质，那怎么会一样啊？这个《论语》里面第一句呢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孔老夫子自己一生感叹，想想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如学，所以孔夫子好学，诸佛菩萨好学，学无止境学里头有这么大的魅力吗？有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变化气质。我们佛经里都常讲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这就是儒家讲的变化气质。我们凡夫的气质是什么？妄想烦恼，这个东西很多啊。你在这上真用功呢，你的妄想烦恼天天少了，这个东西少了，智慧天天增长了，他怎么不欢喜呢？智慧越增长，越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是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。所以我常说，佛教经典的内容我在大陆上跟他们介绍，我讲得很浅显很明白佛家这个大藏经，这是所有一切宗教都不能为比的，太丰富了。里面讲的什么东西呢？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讲这个东西所以你烦恼妄想越少，它就得定了。
心清净，清净心起作用，就叫神通。啊，通啊，是通达，没有障碍了，我样样都知道，样样都明白。神是个形容词，是神奇莫测。啊，他这个能力太大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这种能力是我们的本能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啊，并不是说佛有这个能力，菩萨有这个能力，凡夫没有，不是，通通都有。所以佛法是平等的。啊，那么你有这个能力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？现在你定失掉了，你的心乱了。啊，像这个水一样，水都像镜子一样，都能照外面。啊，佛那个水呀，是平的。你这个水呀，是有波浪的，这起波浪，这一起波浪呢，你照外面东西自然就照不清楚了。啊，不是你本能照不清楚，是因为你有波动。烦恼就是波浪，妄想就是波浪。啊，只要你把妄想烦恼断掉了，恢复到你的本心，你的本能就恢复了。就这么一回事情而已啊。啊，所以不要看佛家经典那么多，修行方法那么多，宗派那么多，原则是相同的，目的是相同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修定的方法不一样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净土是用念佛名号，用这个方法来修定。啊，禅宗里面用参究的方法，用观心的方法，用参花头的方法，密宗用持咒的方法，啊，一般教下用止观的方法，说方法不一样，手段不一样，目的是一个，通通修定，啊，通通修定，有定这就生智慧，啊，这个神通啊，就是智慧的作用，啊，智慧起作用。就叫做神通。所以法喜非常重要啊，这个喜是要从实行当中得来的。这就刚才我们第一个对老师信，单单说信不行啊，这个信就有恭敬心了，要求解，要求你啊，理论、方法、境界都要清楚啊。解了之后要去做到，要把你理解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就在信解之中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叫做证，证明信皆行的真实，不是虚妄啊。所以我们这样跟老师学习，跟佛菩萨学习，不是盲从，不是迷信啊。假如没有这个证，那就变成盲从，变成迷信了啊。就是他所讲的，我们确确实实证道。就这个地方经典里面给我们讲，这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法门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真见到啊。这个话来用现在人来讲呢，这就是另外一个太空啊，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不但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也不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啊，是另外一个星系啊，我们确确实实可以达到。那个世界里面状况经常给我们讲，我们确实可以见到啊。那么这种见到，刚才跟诸位说过了，现前也能见啊。你比如这个慧远大师，我们在这个高僧传里面看到
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一生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。他说跟经典上所讲的一模一样。啊，那个是他活着见到的。啊，这个人家为什么见到？我今天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了。心清净，心定。啊，慧远选择这个庐山，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小道场，就是念佛堂啊，东宁念佛堂。他在那个道场30年没有离开呀。虽然不是闭关呢，就像静坐一样，啊，像静坐一样。那么这个是啊，一定有认真的去修行，啊，所以这个样子你才会真正得到法喜，啊，如果你是止于解的这个阶段不去行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的障碍没有去掉啊，啊，行才会把障碍去掉，啊，所以行叫修行呢。修行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把它去掉，恢复到清净心。啊，所以说一界生定，因定开慧也，要行。啊，那么这样自然法味也充满了。啊，所以他在念佛。啊，这个用现在话来讲呢。他在好学，啊，修学不疲不厌，啊，疲是疲倦的，啊，厌倦的，没有疲厌，嗯。同文共秉，一心修正，故念僧。这个僧是同学，啊，当然。既念老师也会念同学伴侣，啊，这同学在一块修学的，那么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的会下，这些同学是住上生啊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能念即三观，所念三宝有别相一体，即四教意义，三谛全实之不同，如上料简道品应知。那么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能念所念的不同。能念，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不是说我们这边的人，我们这边做不到，啊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他们修学的成果，我们在这里略略的能领悟到一点，那个天台家所讲的三观三谛，那个地方完全正的，啊，信皆行正的，正的。而我们今天对于台宗的思想，台宗的理论境界，可以说一无所知啊。祖师大德们在经论里面所引用的，不过是几个
名词术语而已。啊，但是我们虽然对于台宗没有真正去学习深入的研究，这个法门特别，只要你一心称念呢，台宗的理论方法境界还都在其中，这个妙了啊！不单台宗的境界在其中，乃至于禅，乃至于密，所以这个法门真正叫不可思议啊！这是藕益大师在有一篇这个念佛开示里面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的全体，都在一句佛号之中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往往见到，实在讲，我们见到许多，一生就专持“南无阿弥陀佛”6个字。他自己晓得他什么时候走，他不生病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。你们刚才同学有问我，自己学佛了，这个家里老人不学佛，看到很难过，你问我怎么办？那怪你自己学佛不认真呢，你学佛没有成就啊。香港在2次世界大战之中，侯东爵士就是何世礼将军呢，这是英国英王封他爵士。何世礼一家虔诚的基督教徒，他的母亲念佛啊，虽然他是虔诚基督教徒，毕竟是念过中国的古书，对于母亲很孝顺，母亲很开明，家庭里面信教自由，彼此互相不干扰，所以他家里有佛堂，他们夫妻儿女星期天都上教堂去的，老太太在家念佛啊，老太太度他的一家人方法实在太高明了啊，老太太往生，叫他儿子通知他的亲戚朋友他哪一天走，这个大事啊，家庭里面开宴会啊，这个时候他把他儿子媳妇叫过来，他说我们家庭宗教自由啊，虽然信教不同啊，相处非常的融洽，但是我今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至少你也跟着大家念几声佛送送我，算我们母子一场，这很合情合理啊。他们这个儿子媳妇小孩跟着大家念佛不到一刻钟15分钟，他老太太是打坐坐在床上就走了。何将军亲眼看到他母亲念佛没有病苦啊，打坐晓得什么时候走，还跟大家告别啊，这个事情
在香港轰动了一时啊，啊，这个报纸杂志里头登的都很多，影响很大。何世礼将军看到这个样子，全家念佛了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他度他一家人，你看这方法好不好？我做榜样给你看，这个不是假的呀，啊，这个装不出来的呀，真功夫啊！啊，我们在台湾看到站着走的、坐着走的，那在台北市李继华老居士，啊，这个大家知道的，哎，那个旧金山的甘太太那一天在场。他还敲银磬念佛的时候，他作为呢，啊，老居士在念佛团，那个念佛团他创办的，他80多岁，他有几个小孩都在美国，就是夫妻两个住在台湾。他是2个月之前就晓得他那天走，所以抽出空啊，看看这些亲戚朋友啊，见最后一次面，告别啊！啊，走的这一天，还征求太太同意，他太太不知道，他跟他太太讲，他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一个人呢，会不会感觉到很孤单呢、寂寞？他太太说，你要能去那最好了，那你就不要管我了，马上就同意了。不知道那天晚上就走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先征求太太的同意，那太太同意了，没有问题了。到了念佛团，那一天是共修会，他老人家上台去讲经，讲了1.5个钟点。啊，讲完之后，给大家说我要回家去了。人家有80多岁了嘛，讲累了要回家的。哪里晓得下了讲台，隔壁一个小客厅呢，他在小客厅沙发上一坐就走了。啊，那一天甘老居士在场，啊，这亲眼看见的。我有一个老朋友，徐醒明居士，这以后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他那个时候是《新生报》的记者，刚刚学佛没有多久，那一天也参加了这个法会。第二天写个现实信给我，我在台中，说真的，一点不假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这种境界的时候，必须要真正去做。啊，念佛，并不是说一天一定要念多少。欧益大师在此地没有这样说法，说的是念佛功夫之浅深，没有说念数量多少。功夫浅深从什么地方看呢？心愈清净，功夫就愈深。啊，所以假如你一天念100000声佛号，你的妄想烦恼还照样起来，那个没用处啊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 啊所以一定要能够看破，要能够放下啊。这个放下大家不要听错了，放下不是你把工作放下，不是你把每天的事物放下，不是你把责任放下，不是你把心里面的妄念放下，烦恼放下，忧虑放下，牵挂放下，是放下这些，心清净了。刚才说清净心生智慧，你有了智慧，无论是处事待人接物，你会做得非常圆满，会做得恰到好处。啊，世间人把事情做错了，那是糊涂啊，迷惑，
没有智慧人，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是求智慧。能念是三观呐，三观是真实的智慧啊，三观就是观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要从三个方面去观察。从这三方面，体是空，相是有，用是重。这个有叫假有啊，假观。所以对于任何一桩事情，我们要晓得你体是空的啊，这个空不能看作什么都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空它有它存在，所以这个空很不好懂啊。空是讲本体，宇宙万法的本体啊。本体为什么说它是空呢？它确实存在，所以存在啊，你眼睛看不见它，你也听不到它，也闻不到，甚至也想不出来。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六根呢，没有办法接触到它，但是它存在啊。为什么呢？它能够生有，它能够生有，有是它变出来的。有是什么呢？森罗万象，一切万法都是从这个体变出来的啊。所以相是现象，现象是有的，本体是空的。空千万记住，不当作无讲啊，当作无讲那就大错特错了啊。是因为我们六根没有办法接触得到，用这个空啊来做代表啊，这个才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。所以这个空呢，我们通常叫性，这就是本性。性是空的，相是有的，相是有的，相是现象啊。我们在这个事实里面，应该用什么方法生活呢？用重啊。所以儒家用重，儒家讲重，佛法呢讲中道，这个很高明的啊。用重既不偏有也不偏空啊。那么我们凡夫犯了一个大错，执着有啊，叫着相啊，不知道本体，所以会出差错。这就是变成这个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啊，就是着相才产生的。如果你不着相呢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。这个诸位在许多经论上你都看到都听到的啊。所以轮回从哪来的？你执着这个有啊，有是没错，不可以执着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是假有，它不是真有。所谓假有，刹那生灭啊，这个相啊是刹那生灭的，体验是不生不灭啊。不生不灭是体，是性体验，不生不灭。现象是刹那生灭，我们佛法常讲万法无常，无常是假象，不是假性的啊，不是讲体的，体是真常啊。所以我们
在这个四识里面，我们的作用，处事待人接物用中，会用中的这个人就最幸福了。会用中的那才真正到达美满。所以此地讲能念即三观，这个三观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他怎么不欢喜？所念的呢，这就是三宝，前面说过了，但是三宝有别相一体。那么什么叫别相呢？别相是从相上说的，也就是说从四相上说的，从现象上说的。释迦牟尼佛出生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修行正果，我们讲成佛了，成佛是什么意思呢？烦恼妄想断尽了，智慧圆满现前了，这叫成佛。佛是大智大觉的意思，成就了圆满的智慧与觉悟。我们叫它做佛宝，这是足有资格做我们的老师。他所说的一切法，现在流传下来的经典，这叫法宝。这些出家的弟子依照经论修行的，我们称为僧宝，这是属于别相的。这是别相的。这个一体三宝呢，是从体性上讲的，是从性上讲的。性上讲的三宝是觉、正、净，这个我们常说了。正觉是佛宝，正知正见是法宝，清净无染是僧宝。我们讲三皈的时候常常介绍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，这个是自性三宝，也叫做一体三宝。这个四教义呀，是天台家所讲的藏通别圆，前面呢已经略微介绍过了。三谛全实不同，这个三谛呀，四教里面所讲的三谛都不一样，空假中啊名称是一样，前身程度不一样啊。像我们念书，比如说我们念国文，你在初中时候就有国文课本了，高中也有国文，大学也有国文，国文课本呢，国文是一样的，里面内容前身程度不相同了，那么用这个比例啊，诸位就能够联想得到，藏通别圆四教，当然，藏教程度是最浅的，通教的比它高，别教呢又比通教高，圆教又比别教高，所以这个三谛里面内容境界不一样。请看下面一段经文。
舍利弗，如我为此鸟，实是罪报所生，所以者何？彼佛过度无三恶道。舍利弗，其佛过度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段文字是怕人家了听到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呀，还有白鹤孔雀这些真情，产生了怀疑。因为禽兽啊是属于畜生道，假如西方世界真的有这些东西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差别何在呢？啊，我们晓得畜生、恶鬼、地狱这三恶道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有这些鸟雀呢？啊，佛在此地把这个事情呢为我们解释出来。那个地方这些鸟啊不是果报生的，啊，要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，没有生命的，啊，这个生命呢是投胎去的，这个是要知道啊，啊，连蚊虫蚂蚁也是投胎的，一个小动物那真的是一条命啊，它在六道里头轮转的。那么没有生命的这东西从哪来的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造的。我们现在的科学跟西方极乐世界比较呢，还要差很大的一个距离。啊，现在我们这个科学家可以造机器人，还不能造得跟真的人一模一样。如果造得真的跟一模一样啊，那就成功了。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他的科技比我们这边高明，他造的那个鸟就跟真的一样，是他用科技制造出来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制造出来做什么用处呢？利用它来说法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呢，用这个录音机，用这个录音，它还不能随心所欲。我们想听什么，他就能说什么，那才叫随心所欲。那么现在这个电脑呢相当进步，逐渐逐渐的向这个目标接近。因此我们对于经典上讲的西方世界的科技是越来越有相信的依据，不仅是信圣言量的，从前完全要信圣言量，现在科学技术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参考资料，所以科技越发达，对于佛所讲的经典好处就越多啊，许许多多的都被现代科技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证明。那么我们现在科学家的时候知道是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但是在技术上啊现在还有一个距离啊。那么西方世界已经做得非常的圆满。
不但呢，这个里面佛与菩萨啊，阿弥陀佛一个人，怎么能应付广大的群众？所以他有化身啊，我们讲分身，他有化身，无量的化身。所以西方世界人再多，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能够接近阿弥陀佛，都能够接近他啊！观音师至这些菩萨们呢，都有这个能力，都能够接近。这是我们在《观经》里面看得很清楚。那么乃至于整个世界的构造，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了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很详细。西方世界不是理想世界，不是他理想凭空去造的，他是曾经参观考察过所有一切诸佛世界，去人之长，学人之短，这样建立的啊。那么可以说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美好的大乘，这个在现代这个科学态度上来看呢，是非常合乎科学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啊，是这样建造的啊。因此不但这些众鸟说法，连花树啊，乃至于音乐啊，流水，后面都讲到，通通都说法，这六尘说法了，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。那么我们读了《无量寿经》呢，这个四十八愿是净宗最基本的经典啊，这个四十八愿无量寿经的第六品呢啊，是净宗啊根本的依据。第一愿里面就给我们说明，那个世界没有三恶道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地必须要加以解释，必须要为我们说明。那么卧道这个因与果，佛在经论里头讲的太多太多，我们要特别注意。在过去儒家有很多人排斥佛教的，对于佛所讲的疑惑很多，但是他也不认真去研究，凭着自己想象来下判断，往往错误百出。但是对于因果报应的事情啊，他们能相信能接受，为什么呢？确确实实有这些事啊，在他面前，他见到的啊，他亲眼看到的，不能不信的啊。何氏里母亲那么样自在走的，这个叫他一家人亲眼看到的，他不能不信。
啊，李济华居士讲台上讲经讲了一个半钟点，音声洪亮，一点病态都没有。下了台在那一坐，15分钟就走了。100多人亲眼看见的，是这些事情让他不能不相信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小说、看故事，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子不语》这一类的书我特别喜欢看啊，里面讲的鬼狐狸，鬼我没见过，狐狸我见过啊，所以我相信啊。我们在抗战期间有一个时期住在湖南衡山，那一栋大房子里面，进门之后啊，阴森森的，这个大户人家了，已经没落了。楼上十几年没有人上去，楼上是狐狸住的。这个狐狸修行大概也相当功夫了，但是还不能够还不是真正大家啊，很多人见过，不止我一个人。但是我们见到这个狐狸是男的，不是女的啊，穿的是蓝布的长衫啊，面目啊看不清楚，看起来模模糊糊的，不是很清楚啊，很多人都见到过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面目很清楚。在一般讲，狐狸修成人要500年，他恐怕还不到500年。所以那些同学我相信的啊，这是我第一次见的啊。第二次的时候是在我家乡，那不是我见的，是我听说的。我们家里有个亲戚，我们家乡啊出米，米呢都运到外面去卖，用那个风船，就帆船呢，从我们家乡运到南京去卖。那么他装了一船米，米装上船之后，就有人看到有一只像黄鼠狼一样啊，从这个跳板上啊跑到船上去了，啊，大伙来清仓来找。都找不到，找不到也许就是眼睛看花了，就算了。这个船呢开到南京，到南京之后啊，他一船米没有了，装米那个麻布袋啊里头都是空的。就在小的时候啊，一定是这个黄鼠狼捣鬼了啊，被他给运跑掉了。那么在南京住了1个多星期，就回来回家，回到家之后，这个米在仓里面，这个不晓得他用什么方法把这一船米呀、给送回家去了，给他开这么一个玩笑，哎，大概是什么怎么得罪他，啊，他给你开这么一个玩笑，这是事实，啊，所以。世界之大了，无奇不有啊！啊，奇怪的事情很多啊！啊，这些确确实实是真实的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些理，对于这些事实，啊，对于这些因果循环的事，实在讲，唯独佛经讲得透彻。讲得清楚啊，所以这个世间记录的很多，所以只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啊。就像印度这个宗教啊，印度的瑜伽素论，实在讲的是高级宗教啊啊，他们修定，所以
他对于六道这个里面的事情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不是假的。虽然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究竟怎么解决他不知道，就这样，事情他看清楚了，事情怎么来的，怎么发生的，后来会变成什么样结果，这个他不知道啊。这个是他定功前智慧还不够啊，必须有甚深的禅定，有圆满的智慧，把这个里面的情形呢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才能说得出来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一个例子啊。而且呢，这个世界在一切世界里面非常特殊，实在是弥陀的智慧能力充分发挥在他的慈悲大愿之中啊，他用这些方法来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一切众生当中，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待业往生的。待业往生要想在一生当中不退转不变心，那实在讲要有非常良好的诱导教学啊，是你眼睛见的，耳朵听的啊，身体所接触的，都是最殊胜的善缘，使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起一个恶念，不生一个妄想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教室，是一个伟大的教学场所啊，一切设施想象之周密，实在是不可思议啊，就是不是我们常识我们理想啊能够达到的。啊，诸位要是这个大乘经论呢读多了，你逐渐呢就能够体会到啊佛的愿力不可思议，智慧不可思议，德能不可思议，神通就是技术啊，啊，我们今天讲是科学技术啊，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也是本师跟一切诸佛为什么鼓励我们去亲近阿弥陀佛，为什么鼓励我们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再告诉诸位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难事，比什么都容易啊！说实在话，比升天都容易。啊，天，诸天里面的情况，佛经讲得清楚。我在台北住在沟子口的时候，我们邻居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，这个神父是方豪，大概许多同学都知道他，
这人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，啊，他只是初中毕业，完全自修成功的，啊，他是专学宋史，是近代的宋史专家，啊，所以一个初中学生的时候，能够做到这个大学教授，啊，这个政大文学院的院长，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相当不容易。啊，那么他跟我邻居，常常在我这里借《大藏经》去看。啊，他读佛经，读了佛经，有一天告诉我，佛经里面讲这个天堂，比他们经典里面讲的详细。他就跟很感慨地跟我说，好像佛真的到天上去过，啊，介绍的这么详细，啊，那一点都不错，啊，所以天层次很多啊，升天的条件不容易啊，啊，天的德行比人高。所以佛给我们讲，升天的基本条件是十善业道。这是它的基本条件。啊，那么这个只能够升欲界天。如果到色界天的时候呢，那标准就更高了，他要修四无量心，要修四禅八定，啊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，啊，所以没有这个，这是色界天吃不掉的，这是色界天，他还要修禅定，啊，所以实在讲呢，比往生西方世界难得太多了，啊，何况修其他法门要超越三界，那不是个简单事情啊。啊，那么这些都必须要清楚，要明了。才不至于把我们这一生时间精神呢空过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